跨年想好要4天连假怎么玩了吗？赶快来看看宜兰有4大绝佳赏曙光的景点，包括呢能够边玩边迎接曙光，不再只是干等哦。到底是哪些地方？跟着我们镜头带你一起来看看。辽阔视野能一探全宜兰市区，还能看到天际线，搭配远方龟山岛美景。台湾最东边的美丽城镇，背山面海，绝佳的地理位置成了游客最爱的观光景点，也有不少民众锁定宜兰迎接曙光。想要观赏宜兰曙光，有几个千万不能错过的绝佳景点，不管是头城外澳沙滩或是南方澳海边，都能贴近太平洋，好好享受海洋气息。如果喜欢到山上找制高点，太平山或佛光大学都是不错的选择。2015元旦4天连假，宜兰饭店破90%的订房率，民宿旅馆通通爆满。主打温泉之乡的宜兰，喜欢待在室内享受，可是绝对不能错过泡汤赏曙光的复合式跨年。脚蛮舒服的啊，舒服。哦，今天特地过来吗？没有，顺便过来。顺便啊。就算到海边，也不再只是踏浪。沙滩车业者看准了跨年商机，纷纷出动沙滩出租车，让喜欢刺激的游客能驾车出体验。还蛮特别的啊，就从龟山那边起来，太阳从那边起来，这样可以龟山岛陪我们这样。对。又或者每年少不了的佛光大学叩响吉祥大钟，不管选择哪一种方式，都是要追曙光迎新年。还没安排好跨年行程的人，不妨考虑宜兰，挑选一个最喜欢的悠游方式，来点不一样的跨年新选择。记者林医生何慧荣，宜兰采访报道。